是一个对线条的展现。好，我们左手边的摄影大哥，左手边的，哇，明辉要吼一下。手势 persist。 好，我们左手边的摄影大哥朋友，左手边的送上的是 Happy Earth 预知快乐的礼物券。我们先翻到后面来，我们看一下预知快乐到底是要抵用什么呢？来，预知一周免费哦，免量体重的快乐，的美食，还有老板霸气的买单，哇，太棒了！对，因为其实他们平常真的蛮辛苦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是，然后要维持体力，然后呢，睡觉时间也不够，然后吃的东西我都会要求他们吃营养，但是不能吃会胖的东西。是，其实说真的啦，我自己都做不到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要当艺人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刚刚讲说。他们自己选想吃什么，对，想吃什么我就带他们去吃什么，你就买单，对，当然是我买单了。 OK OK OK， 谢谢老师。想好没有要吃什么？有烧烤，已经吃烧烤了，都还没有结束。烧烤，吃火锅，所以真的想吃烧烤，真的想吃烧烤。烧烤不会胖很棒啊，烧烤烧烤量很少，烧烤有比你们胖的吧？烧烤减去你体重，对啊，烧烤配拉面没关系，是预知一周嘛，可以不用量体重，但第二周麻烦体重还是要量回来。对对对，是这样。我觉得其实对他们来说，好，我们这么辛苦，然后好好去吃一顿，这件事情呢，是比什么都重要。当然，等于是我们好好的为了自己，然后我真的很期待，很期待可以跟他们一起这样吃饭聚会一下，很辛苦的感觉。我们第一次跟我们的粉丝见面，所以其实我们很期待又很兴奋，对，然后就是很希望我们晚上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呈现，然后给大家看。因为其实很多粉丝都是有些从我们出第一张 EP 的时候就已经在看着我们了，对，
所以希望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二张更成长的一面。而且就是有听说有粉丝不是八点早上来排队吗？其实我们都蛮压抑的，我没有想说有人会这么早起为了来看我们的演唱会排队，就是很感谢他们，然后记得要穿暖，不要着凉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演唱会，然后公司就有说要瘦，要变瘦，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很辛苦，要达到自己理想的体重。所以就呢，我们都不能吃，就是不能吃炸物啊什么。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炸物的人，然后我就要控制说自己不能吃炸物，然后不能吃珍珠饮，不能喝珍珠奶茶这样。然后我就觉得看到那张纸，就觉得说今天结束之后我要大吃大喝。下礼拜再去跑步不见馆。对。其实今天真的超级紧张，因为我们大家的爸爸妈妈还有很多朋友都会来看我们表演，因为有一些粉丝都是有看过我们表演，但其实这都是我们大家的朋友跟家长第一次看我们现场演出，所以其实也特别紧张，就是希望他们会喜欢我们的表演。我的状况是今天就是妈妈会来，然后因为爸爸还有活动，所以他今天没办法到。可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是爸爸送我来的，然后一路对啊，我要爸爸接了。然后一路上的车程，他都在跟我加油打气，然后告诉我不要紧张，只要做好自己，然后把握当下就好。